攒劲，太攒劲了！明天要再配上八抬大轿，去了那草药寨，也给我们凡人长长脸。掌柜的，你咋了？是不是老毛病犯了？无妨，我去厨房给你搞点鸡汤补补身子。明天这种大喜日子，千万别出了任何差池啊！九神医，玉壶有礼。符？什么符？我北冥居然有如此清新脱俗的女子，我竟然还不晓得，也难怪我老北单身至今，那都是缘分噻。为何？我总是觉得你像我的一位故人，但我却没有一点记忆。很久以前，我曾是您殿内一盏玉壶，幸得您点化才修为人性。此次冒险前来，只是为了劝你不要成亲。你刚才是说不能成亲，为何？因为你所梦到的血婚并非虚幻，而是你的前世。前世？你是说前世我也和小兰成亲了？可为何我在梦中见到她气息奄奄？前世今生自有因果，你和她身份不同，跨越种族的结合恐难善果。那灵芝和梦芝也是一个精怪，一个凡人，为何他们就可得？你并非凡人，今世恐怕你也难逃此劫。来了来了，鸡汤来了，还烫起来，你两个快尝尝。哎，仙女来。灵芝姐姐，哎，你看这个好看吗？好看。那明天就戴这个。九明大人，把灵芝带走。我知道你并非凶手，今日放你离开，此事不要对任何人提起。这里面的箱子也是九神医的。对啊，这是他衣柜里拿出来的，我正好没有箱子，就拿他这个来装了，正好给我装首饰用。难道九神医与上清司有什么瓜葛？九神医医者仁心，又对小兰情深意重，他不可能是上清司的人。大婚当前，还是不要节外生枝了。我就是个臭郎中。清风吹散了云烟，来了，是长老，把结界打开吧。你走进双眼，傍晚两个影子倒映在湖面，一片过山水间，任岁月缓缓，再有你的故事走一圈，你替我挡住是。
狼毒。九明大人，好久不见。上青寺这帮混蛋，竟然利用老子抓精怪，凡人没一个说话算话的。狼毒，你既已逃离上青寺，现在收手，我放你归山。放你娘个头！上回暗算老子，这个仇我一定要报。我哪儿都不去。既然你认定了小兰姑娘，那我老婆也是认定你的。小兰出事了，撤！